自己来了，开一个新的档案，那么网页上就不需要用透明了，了解吧？反正它一定会有背景颜色哈，不能说变透明，所以我就用白色的。好，然后这边我给它一个760×420，这样就 OK 了。记得哦，你还是检查一下色彩模式要用 RGB 的。荧幕上你用这个不好，哦，也不可能用这个啦，很少了，应该说不是说不可能，很少啦。哦，好，确定。看起来小小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你把它变成100%好了，有没有？检视的比例，我们把它变100%哈。这样子你比较清楚说，其实做出来的网页大概就是这么大而已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荧幕高一级来做下一级的吧？你如果是这样，你看能够看的范围哈。哎，对的，顺便讲一下哈，如果你常常觉得这些面板很碍眼，有没有？你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按 table，是不是就消失掉？table 哈。第二个，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左下角这边哈，这里有没有发现这有一二三有三个按钮？我们都只按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下面从来没有 touch 过嘛。这个的话就是，你会发现东西上面这个就不见了，标题列不见了，是不是少一点？如果你觉得这样还碍眼，你可以把它变这样，连那个选单都藏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你工作区是越变越大，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，OK 吗？好，你可以参考一下的哈，可以点过来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一般最常见就是你可能先把按 Tab，把那个面板先藏起来，有时候在检视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好，那画面先剩下来这一张，对不对？这张做头嘛，对吧？这一张，嘿，这一张跟这一张，这一张会不会去背？我们不是有学过那个摘取吗？可以拿用，当然你用钢笔工具、笔型工具也是很好的选择哈。OK，我先针对这一张了哈。拿到这里来，这一张你可以先调整吧。请问，你看一个地方哈，如果你不知道说这张影像怎么，你还记得我们关于魔术手右上角不是有一个那个吗？那个图有没有？那个影像的分数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也可以从这边先看一下。调整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什么？你用色阶也好啦，也可以看得到。先稍微进来看一下，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偏亮还偏暗？因为你可以发现右手边等于白色的是不是几乎没有？等于黑色的也是几乎没有。可是你把这两个切一半，哪一边比较多？左边比较多嘛，左边是比较偏黑，就是灰色的，对不对？会比较多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懒得调整，小摩利亚也要觉得自动设阶嘛 欸，先试看看，因为自动设阶大部分在对于这种过暗的或过亮的效果都还不错啦，有不一样吧？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再进来用设阶方式稍微调整一下，哦，没有关系。你看调整过之后是就不同了，好，是不是右手边就比较多一点？如果你觉得还是太暗了，你再拉过来一点。可以吗？天渐渐光了，嗯 ，OK 了哈，大概 OK 之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用选取工具把我们要的范围选起来。好，来画面还给你。那我只要局部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局部而已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啊。好，羽化是零哦，你不要设有色的哈。我只要把我要的地方来，我只要把它框起来，因为我只要一部分而已。好，把它框起来，把它复制、拷贝起来，拿到这边，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贴上的动作了。因为我只要一部分而已嘛。哦，好，你贴进来之后可能会太大啦，应该也是会比较大一点。你看，如果你是800、600的网页，啊，头就这么大，是不是太多了？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整，放大缩小？好，那我们来这边。贴过来之后，你来做一个放大缩小，是叫任意变形。哎，来，这个地方你看哦，这个很多哈，记得按住 Shift 哈，稍微按住 Shift 先
等比例调整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这个拉一拉，那当然你差不多啦，如果你太小的话，像这样子，我可能需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觉得右手边不见了，没关系啦，稍微让它胖一点点，啊，别卡大口几条，别紧啦。好，应该还 OK， 好，这因为这只是我们的配角而已嘛，所以你大致上就可以了，好，大致上就可以了。那刚刚同学遇到一个问题，我刚刚是不是按 table 键把那个面板都藏起来了？啊，你会现在发现按 table 不好，写哪？因为你的变形是还没有完整，本来我们上面不是有打勾吗？那如果是这种情况，不要担心，你按键盘左手边，就是不是数字键盘，那你是不是有一个 enter？ 你按那个就代表打勾 ，enter 代表打勾啊，确定的意思嘛？我就按 enter， 你有发现我那个点就不见了？这个时候你按 table 就有用啊，了解吗？好，这个是刚刚刚好有同学有遇到的情形哦。好了，上面解决了，过来那个人，对对对，那个人，哎，那骑脚踏车的，其实那是我们老板娘。好，他们现在是组成脚踏车队哈、哦，到各国去骑啊。对啊，他们有很多啊，什么摩洛哥的啊，什么日本的啊。就一车友啊，就骑脚踏车的，那就到处骑啊。国外可能比较多啦，台湾现在也是有在起步中哦。这里有没有？是你可以用这个摘取这个来选 ，OK 哈。那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，你可以先怎么样？先把它裁切掉，因为我只要它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我先把这个范围先裁切起来，待会你在选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大，比例就比较大？好，我把它打勾。好，接着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滤镜里面的摘取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选？好，那我画面先换，你先坐到这边，这边你不要忘记你这个可以放大一点啊，不要跟自己眼睛过不去，好不好？把镜头会看不啊？哎呀，放大一点，这样不是比较容易看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个，你看这样笔刷大不大？太大。调大小有两种方式，一个从这边，一个哪一个还记得吧？接入啊，接入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你这接入应该比你记大中括号的好吧？嘿嘿，那你要画，你看这边缘有没有很清楚？有，所以说你在画的时候很清楚的，记得画的时候是画什么？中间，对对，一半一半，有没有一半一半？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哦。这样，其实笔刷我可以再小一点、啊、就是一半在内一半在外。那么这里请问要还是不要？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你这笔一样可以画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不是说我只能画一个封闭区域，就是看你的情形，多个封闭区域反正能够区分出内跟外就 OK 了。好，能够区分出内跟外就 OK。像这里，如果你比较追求完美的，hey, 你可以在甚至脚踏车里面有没有？但是我不会，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，因为花太多时间。看你啦哈，原则上就像这样做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吃饭啦。你做完像我这个椅垫呐、啊，哈，这边这里还有。都有把它镂空掉齁，那所以你画完之后是用油漆桶就倒进去嘛，确认好了你就可以预示看看。你前面还是强调，就是你前面比较辛苦，后面就比较轻松，因为我画的比较准，有没有？就大致上就比较不会说你后面还要修很多，只剩下一点点要修齁。所以你要修要用哪个工具的，这边就不要再用了哦，找谁？找这里。你橡皮擦、啊、哦，工人家没困醒哦，不能用橡皮擦，橡皮擦是在画范围的、哦、所以要用这个，对不对？清理，记得它是一体两面，所以按住是清理，然后呢，按住 Alt 就会变成什么？不透明，对对对，就恢复回来、哦、所以如果像我这边那个杆子有没有？哎，断掉了，我们就把它补回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一样你可以搭配什么，这个手再来上，那还是强调一下，最好能够放大一点你会比较好做。
哦，你不要说，哎，我就把它弄得很小，因为眼睛就已经在不好了，还，哎，还把它弄很小，真的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好了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么我们就来确定，这样子就抓出来了，这样就抓好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你可以用移动工具把这个图层是不是丢过来？好，你要用拷贝贴上一样啊，但是要多一个全选哈。好，丢过来的啊，cam 这边，cam 这边，可是你会水平翻转嘛？有没有水平翻转？对不对哈？我们要走这一边，不然会骑到田里面去。然后大小不太适合，所以可不可以缩放？这个勾起来也可以嘛？好，记得。要有这个，是不是一定要在移动工具才有？好，按住 Shift 哦。女生就不要那个哈、哦，不要给人家任意缩放，这样会产生一些误会，所以我们就给它 OK 了就好了，等比例。这样好了哈、哦，好，那就换你咯。如果你万一是没有影子的，没关系，就是自己来啦。那一样，我把这个丢出来，这样没有影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把它增加，我们这里不是有影子吗？阴影，你增加，可是预设那个阴影就是会是比较在正后面的。好，那我先确定没关系哈。好，确定。那么我就把这个影子把它拆开来，我们有没有用过建立图层？在那个叫做拼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要旋转，好，要旋转的时候，来这边就有个建立图层。好，这样图层跟阴影是不是就独立的图层了？这时候你就可以调整它，好，可以调整它。那假设我这边，好，我就把它稍微移动一下哈。等一下，这一层。没有错吧？好，它就跟你的原本的一样嘛。那你现在我把它移开来之后，你现在再看，我要它弯这边。我们有没有学过变形工具？变形工具里面你可以用，假设你要用扭曲的也可以啊。用扭曲的，我们就可以个别一个角都怎么样去做调整。来，那先拉下来一点，这个下来一点，看要起啊起的哇，太阳不是这边安尼较起啊，还是安尼？有没有阴影跟人走不同方向当然是不行，要过来一点。这是一种方式啊，哈，这是一种方式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调啊，还是说，哎，日正当中阴影就比较下面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是比较准的方法，哈，比较准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不要这样子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开一个空白的，然后呢，用笔刷卡通式的就好了，卡通式的啊，然后你用那个。不能用硬度100%的哦，还给淘宝阿妹哦，好，所以你要有一点那个羽化的那种效果的，你稍微看一下，哦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就稍微涂一下，稍微涂一下，可是这个涂太淡了哈，比如用黑色的，但是最好这个不透明度可以稍微调低，或者你流量不要那么多，流量就好像那个水龙头这样嘛，不要一次流那么多出来哈。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再调低一些，这个可能稍微再大一点，简单的你就可以用这样稍微涂一下就好了，有个感觉就可以了。可是这个涂的不是很好，就说简单一点的，OK 吗？大致上这样就可以了，只是以这边来讲，因为你在白色上啊，如果你是放在这里，大概稍微涂一下有感觉就知道就可以了。